今天跟百萨弟弟聊个牛蹄子吃，这可是满满的蛋白胶囊啊。哥，这个咋做呀？麻辣烫。好嘞。哥，可以挂了吗？啊。那这个可以挂嘞，弟弟。嗯。挂它。嗯。哥，挂这个真解压。那不挺好吗？你多解压。嗯。哥，你闹这个。行行行。嗯。给牛蹄子脱鞋。哎，给牛蹄子脱鞋嘞。来，弟弟，好好洗一遍。嗯。然后就可以焯水了。嗯。好嘞，弟弟，拿走吧。嗯。进屋。焯水，放点葱姜，再放点60度。哎，弟弟，盖上锅的盖，一会儿就炒好了，上去喝茶。嗯。快捞吧，这个快熟了都，快捞！看这蹄子多胖。嗯。哎，来给我，弟弟把那个汤倒。嗯。来切点蒜片。哥，锅好了。哎。葱姜蒜烹。火锅底料胖，火锅底料火了火了，火锅底料火了开了，再放香辛料，干辣椒放，哎，这香味不就出来了吗？倒水，弟弟。嗯。好吃，好嘞，哥。那不挺好，再放牛蹄，这胖胖的牛蹄子，撒上大粒盐。哥，炖多长时间呢？牛蹄子这玩意儿皮厚，所以炖它4个小时就老实了。嗯，盖上锅的盖。麻辣牛蹄子撒上这个麻辣料，味道没治了，麻辣牛蹄子熟了，骨头都快脱骨了。最后一个蹄子，弟弟拿上去。嗯。我们开始吧。哇，麻辣牛蹄子撒上这个麻辣料，味道没治了。来吧，弟弟。嗯。哥，你的厨艺越来越好了。那不挺好吗？自己来一个。确实味道没治了，弟弟。嗯。沾点辣椒酱。还不够辣。嗯。你再沾点韭菜味。对，冬天多吃点辣。嗯。感觉上来了，那不挺好吗？多吃点。嗯。
这香兰牛蹄太辣了，弟弟，我感觉嘴唇都这么厚了。多吃点，弟弟，这个是满满的蛋白胶囊啊。 哥两个喝点茶，嗯，来吧，弟弟，嗯，喝茶，哇，这感觉没吃了，弟弟继续吃，嗯。